出咗院之後咧，老婆面色就唔係太好啦，因為頻頻撲撲，而且我都唔係特別好啊，咁所以就煲下啲比較藥材味重啲嘅湯，男女都啱飲嘅，但係有些少嘢要注意。咁今集咧係 ASMR 啦，唔講咁多嘢，大家留意畫面睇下啲字啦。未來等我好翻之後，就同大家交代下小弟搞乜鬼嘢要入廠啊。OK， 首先係由切兩片姜開始。中介，將想解決家裏拖衣衝工及地中海神秘。